各位未来的冒险家，早上好！前方即将到达终点站苏兰古城。你醒了呀？冒险试炼将于各位抵达后开始，请各位做好准备。刚才做噩梦了吗？就要到苏兰港口了，怎么了？不要紧吧？我在门外。是啊，你看来给苏兰港口的准入证明，我们替你办好了，你写上名字就这样就可以了吧？嗯，我们在甲板上等你，一会儿见了。第一次拜访冒险家协会，差不多可以走了，应该没有忘记什么重要的东西吧？是呀，不过不是东港。小海之。对，不过刚才看。哦。唐三花诚心。当然了，还有你们的，你也来了。一谈到冒险家协会，大家就都提起兴致了。抱着这种热情去参加冒险。喂，冒险试炼不是什么靠热情就能通关的大路货吧？没实力的土包子，在。我可不是没实力。啊，不过你这。你。啊，走。我们去甲板上，就当是试炼前的练手了。来吧，我已经为冒险试炼准备很久了。就点到为止吧。好了，就安安静静休息一会儿吧。给，不来，收下这个，这是冒险家前辈的见面礼，可不能拒绝哦。话说回来，啊，说的对，就譬如传闻中会长大，正如传奇，亦或如，所以说，他想要的是力量，那么你呢？
看来你们都……各位未来的冒险家，前船只即将入港，请各位做好登陆。来，看那边。再会，祝你如愿。好，你这种走吧。哎，这位是烤几串？真的，这我请你吃早餐吧。小妍，我们也许久没有一同去星巴克吃饭了。话说，冒险家协会在哪里啊？在东方。看。那边装饰有风帆的圆形建筑，那就是冒险家协会的总部。到了，几位请下船。几个月不见，星巴克像是比从前更热闹了。请进，三位想吃什么？长长久久海鲜面，喝一千，那就好嘞。情侣套餐一份，三须鳗鱼一份，蟹黄汤包一屉，里面请。哎，告诉你个小道消息，听说最近狐族的小公子也来了苏兰，准备参加冒险试炼。好像随便走走就能遇上几个参加冒险试炼的人。每次试炼之前，苏兰城中都是这样的呀。近来声名最盛的是八大冒险家的传说吧。千里狐鸣，白骨秦少师前辈的传说我也听说。当然了。好了，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？给你从吃好了的话我们就走吧。等等，让我带上这几串鳗鱼。不急，我们还要先去一趟冒险家协会，我们要还逞强说什么今天不要紧啊。不错，今天冒险试炼已经开始报名了，你早些去吧，但礼物还……礼物就麻烦你了，交给猫。我们就先告辞了，过几日你有空闲再来我家做客吧。小妍的手艺……那是……那个符号是怎么回事？我眼花了？看来……桌子上好像立着一个纸牌子，过去看看。休息时间如有要事请进入内厅。内厅是哪儿？还有友情提醒，记得做好防护措施。
边等着。好啊，我等着你。下一场是谁？主播阿秀再次参胜，下面为各位带来试炼考官名额争夺赛的现场播放。倒数第二场对决已经落下帷幕，恭喜杨无一阁下成为第二名考官。第186号到第237号委托，鸽子，按照序号贴到委托版的左上角。好的。这么认呢？老师，你一点兴趣都没有的吗？他来了吗？让我看看。放心，小熊都照下来了。看，这从天而降的毛球。这是书呆子，给本大爷删掉。这是战五渣之间的决斗吗？不行，姑拿了姑的包子是会做噩梦的，姑。哼，想跑啊。姐姐，我看上的东西可从没有溜掉过。哼，早上好，是客人吗？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？会长发飞。原来是来报名参加招新试炼的，请不要紧张，这是因为本次报名试炼的人数较多，需要稍作筛选，只需要证明自己的潜力就可以了。战斗力不错，只要把手放上。没事了。好了，虽然没能测试，但这场战终结之刃破望水晶怎么去敌手，你来的时候这水晶具有采集和记录风景的力量。可恶，就不能让本大爷安静一会儿吗？可以采集和记录风景，还可以照出生物。另外，想知道的话，还有一件事。白姑娘，你还在这里啊？是会长哦。药剂。女孩子恋爱之后。好了，阿笑，麻烦。以及白鹿姐姐，那场海难之后，海难就和以前不大一样了。经历过那样的事，我还听说过，有些变化，就是半年前也是在所难免的吧。半年前，小妹妹，能说给我听听吗？叫学姐，我已经在冒险家协会待了很久了。好的，学姐，那场海难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半年前，夏妍姐姐出海，我们都以为……难怪她……那当然了。后来你知道啊，登记表来了，你在这里按个手印就好了。信息确认，登记完成。谢谢。那不需要，轻松快乐的去。说的对，在试炼开始之前，好好有。清风怪谈绝版单行。只剩子慧、梅三，谢谢。不过麻烦……不要紧。我也没有，那么就拜托你了。如果找不到人，试炼时再转交礼物也没关系。比起这个，享受阳光和海风才是最重要的哦。是白鹿姐让我来挑一头驼驼兽啊，那都在这里，你可以选一头喜欢的。
韩大哥早。那个，抱歉，请稍等片刻。捉螃蟹，钥匙，我懂了，这就是生活处处皆修行的道理吧？我也来一起抓。45.5，攻击帝王蟹背后18.1062度方向。谢谢，帮大忙了。若事先清理沙滩上，请稍后。好了，5两蟹肉刺身，分你1/2。这味道啊，最为银铃香辛料。是的，早上才下船。船上，换作是我，经历过这种事，大概连协会里的航船模型也不敢直视。